夜宵，贯彻正义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桑恩，今天带来的是马老师的全新造型——繁星计划战狂。目前的这造型可以抽取折扣，最高呢可以抽到90%，请问你抽到多少？欢迎三位留言分享。这把呢，我们抽到了50%了，所以呢，总共是455点的价格入手。455点呢，有外形，而且呢有技能特效，还有图示也改变了。怎么感觉呢？比之前花好几千点抽的造型更好看的样子。我觉得这套型呢是非常值得入手的。如果呢你马老师签一套新衣服，这个选择还不错。那抽完新皮肤之后呢，要怎么玩挺重要的吧？我们就来看这套备战。我们这套呢依然玩的是全攻击流呀。不过呢，如果你有在 follow 国外的职业赛呢，国外职业选手很早就没出全攻击流，出跟以前一样的班坦出装，基本上呢会出聚魂刀或者王者剑，然后呢买仙灵跟白盾。我这场呢依然是玩全攻击装哦，全攻击装的难度比较高一点，没有容错率。如果呢你想玩的舒服一点，带爆裂束甲再加上半坦装会好玩很多，简单很多。就算你出坦装呢，只要你有买王者剑跟聚魂刀，一刀呢2000-3000都不是问题的。我们出全攻击装呢可以一刀到4000，但是老实说呢，这个伤害是有点溢出的，不用出到那么多攻击装。而核心玩法的话呢，我们就偏战士流玩法，偏打架一样呢，前面就中野辅联动，但是这一场我们的卡莉好像坏掉了，联动不起来。打的过程中呢，我不仅怀疑卡莉到底是演员，是真的演的还是不是。而联动不起来的话呢，我们就尽量保牌了，我们多保射手为主。这边没办法走位躲了，刺客都已经碰到我了。之后呢，我们家也被爆了，高地塔也没了。但是看起来呢，暂时还没结束，目前是5-19。有些网友很喜欢的逆风局，逆风局怎么会喜欢？我自己打的每一场都是逆风哦，基本上只要呢我们单排就是逆风局，影分系统的关系了。还有呢，我们这个账号的五排是很夸张的，超级无敌夸张那种。我们指的是一般场啊，一般场会单排装五排。我昨天打了过任务的关系呢，打了好几场的一般场，基本上呢，如果我们也配的话，遇到的队友呢，很有可能会配一个星耀给我们。而对面的话呢，就是 SS 70%、80%，每一场都是这样，毫不夸张。而这把呢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，卡莉常常一个人走出去死掉呀。像我们刚刚已经踩好左边的草呢，理论上来说是安全，不会死才是。目前看起来呢，我们其他队友也有很努力在配合中，没有说完美无缺没失误，但是呢看得出还没在放弃的。这边井呢先前必出的是你了，这里直接把它带走。我们搭配个魔眼呢，就像搭一个蓝，自己就一个蓝带在身上哦。缓速咒呢可以让我们其他技能都更好中，一刀3000，这里魔王应该挺舒服的吧。打架的时候呢，可以踩到井就以踩井为主。OK， 滚过了，踩到它就没了。踩到不踩到呢是非常重要的动作哟。如果没抓到井呢，井打死我们的队友，那就会打输这波团。不过看起来呢，踩到好像也没打赢，就是踩不到就会直接爆开。这场我们的卡莉呢，好像是哦，刚一刀4300，很舒服吧。我怎么老是觉得卡莉好像伤害没打出来的样子？如果大家玩卡莉呢，出恶魔微笑的话，当然谁都可以喷，最好就出冷却时间，一看到人呢就主动喷他。玩卡莉一定要玩凶呀！如果你玩被动呢，那你比较适合玩克里希。再来呢，卡莉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喷敌方的后排，法师跟射手为主，最好就是开团之前呢，对面的法师跟射手血量就不好了，让他们没有战意，不敢往前输出，这是卡莉最厉害的地方。但这局我们队友的卡莉呢，他玩的比较偏向被动哦，基本上就是走出去，然后被人 K 一刀，然后就回来，要不然就是看到的人在开始施法。卡莉的大招呢有一个施法时间了，前摇很长，所以呢卡
看到人在喷是来不及的，伤害非常低了。卡莉一定要打胸，要提前枪。这里我们想要救我们的射手呢，可是救不到了，帮他报仇至少。这里夜叉抓到两只坦克了，我们先处理后面这个，分割一下战场。这里队友状态不好呢，先不打。对面的两只后排呢也没那么好抓了，你看他们站位呢都是偏靠后的，所以时间拖得比较长一点。我们先等一等，这时候就尽量不要被消耗了。法师又没了，这里魔王呢他的按键好像坏掉了哟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PS， 手把有时候坏掉呢它会自动连点，滑鼠也是哦。看来这里魔王是按钮坏掉了。这里呢有个麻烦的点是，夜叉虽然抓到人，我们先解决这个井，打出他复活甲，打出他换装的死神，然后呢他们的莉莉安也没了。不过呢我们都有就剩悟空而已，但幸好呢我们的小兵有摸掉敌方的中路高地，这样至少我们有个超级兵撑一撑了，不然我看这波呢要直接输掉了。复活之后呢换敌方死两只，找我们加尼斯的。那这里我们有人数优势可以开魔神哦，但是呢这个过程中对面被抓到了呀，两只输出，我们先跟上去。莉莉安这里没了，先开一个魔眼的幻术。我们是想要提前保这个小兵啊，目的呢就是要吸引敌方的注意力，让我们的小兵可以进塔。那最后撤出吧，游戏结束。以上是戴尔马罗斯全新造型繁星计划，我觉得这造型呢是挺好看的，而且呢也够便宜，当然呢跟几千上万点的抽奖比算便宜很多。那么最后我是三，感谢你收看了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